宋绍兴十年，岳飞大败金兀术，正你直捣黄龙，收复我大好山河。据料奸相勤快卖国，以12道金牌交召岳飞回京。江湖有失之事，皆愤愤不平，欲救岳飞出险。在哪里？说。说不出来。说。岳元帅已经由方提督朝山路押往临安城了。哦。原来用调虎离山之计。我们中了调虎离山之计，现在我们分头进行，赶回临安，等胡炳与我们联络。是。提督大人，十里之内清静无人。小弟，吩咐下去，日落之前赶到临安。是。呀。
听说岳元帅奉了12道金牌，从朱仙镇给骗回来了。是啊，刚才的那辆囚车是不是岳元帅就在里面呢？胡说，岳元帅有功在国，皇上怎么会这样对待他呢？哎呀，你混的什么都忘记了，现在是奸臣当道，饭可以多吃，闲话少说，我们还是进去喝茶去吧。啊，走，哎，走。启禀二位大人，叛将岳飞顺利押到，把他请出来吧。哎，快，是，就要亮相。下车跪下。岳飞，你是朝廷的叛将，我奉旨审问你，见了我敢不下跪。又是欺君之罪。嗯，你们二人在我帐下押粮误谋，本帅只打了你们40军棍，想不到你们怀恨在心，投奔秦桧，今日落在你们手里，我岳飞夫复何言？哼，岳飞，岳大元帅，这叫十年河东转河西呀。嗯。哎呀！啊！把他押去。是是。好好的审一下，看他有多少同党。是。胡兵，你们的人都在什么地方？说出来我就饶了你。兄弟两人，一名忠，一名孝。这见忠孝不救，反我有我作账。你们这两个奸贼逆子，你敢教训我？哼，继续打，打到他这位置。是。开打！招了没有？嗯，这个人贱得很，还没有呢。照这样看来，3山5岳的人马必在城内四处藏匿，将来处决岳飞，怕要颇费周章。嗯，大人有什么安排？这样好了，我和罗汝仪连夜赶回丞相府，催请秦丞相奏请圣上，速派监斩杨锡忠来此。但愿你们两兄弟一两日内严加防守，不能够稍有差错。对呀，否则断送二位前程了。二位大人放心，丞相面前
请多美言几句。这个我知道，多谢大人提拔。嗯，如一，嗯，我们即刻启程吧。好，宋大人，免了。周坤，在，用火行。是。啊！啊！如风兄成功了没有？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他们押岳元帅抄山路入临安了。哦，虽然冯氏两兄弟害得我们这一次出手不利，但是岳元帅非救不可。长公兄，城内关帝庙的地道挖好了没有？挖好了，四十英雄也到齐了。大江镖局呢？八十英雄随时待命。好极了，现在我们只要等到胡炳兄到此，确定岳元帅是否在大理寺，我们连夜动手。嗯。说到曹操，曹操就到。下面两位叔叔是不是在等胡炳胡二爷呀？是的，小弟弟，他人在哪里啊？胡二爷受了伤，不能走路，你们快来看。小心有诈，是胡炳的声音。炳兄，灵兄，我吃不住，三日内送我酒。林子里有人。两位是乖乖的跟我走的，还是想跟胡炳一样呢？哼，奸党贼子，口气倒不小。你就是卖友求荣的冯忠，你是江南。